再度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龙潭乡公所提供这么好的场地给我们传奇室内乐集在这边做假日广场音乐的表演，还有建林村办公室的张淑美张村长。那最后呢，感谢现场各位的好朋友，感谢你们呢停下你们的脚步给我们传奇室内乐集最用力的掌声，我请代表传奇室内乐集表达无限的谢意，谢谢大家。那希望有机会呢可以再来到龙潭呢散播音乐快乐的种子给各位乡亲。我们的节目呢即将要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演出，谢谢大家。好，接下来的节目呢是由山林村村办公室杨世正杨村长所领队的表演，让我们来热烈掌声欢迎下一个演出的单位，请问那个主持棒要交接？好，我看到了，我的手。